我直播稍，我回来稍微比直播晚了一点点，因为我房间的门被关了。谢谢 SS 的奶茶，就是我房间的门卡消磁了，所以我最近出门都是不关门的。看我今天买了一瓶，高的一天，我的桌布现在变成白桃味的了。今天我的口头禅就是糟糕的一天，好糟糕啊，糟糕死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还刚准备给你们展示我今天买的新口味，气死我了！看来他一点都不想让我展示，我不展示了。哼！我把它倒杯，不对嘴喝。买的樱花白葡萄，上面还写着春季限定，哼，什么东西？一点都不好喝。谢谢小马王爷的十个巧克力。谢谢不带粉机的暖暖，谢谢。哎呀，这把我今天直播，我刚想说什么事情来着，直接给我打乱了，都不知道要说什么。春季不美好。哇，要是放个冰块就很爽。啊呸，一点都不好喝，我不要再喝第二口。来与你们分享我今天糟糕的一天，真的糟糕。我今天就起床嘛，然后我不是要先去上课嘛，然后我想着是因为我收拾的时候其实稍微有一点点晚了，坐地铁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中心到地铁站还是有一部分距离的，就是要走过去，然后就很浪费时间嘛，然后我今天就想着我打车过去，然后打车过去按理来说差不多快的话25分钟，慢的话半个小时都就能到那个我上课的地方。结果今天我上了车以后，那个司机因为要掉头，就是与我要去的那个方向刚好是相反的，他就要掉头，结果不知道是那个司机的问题还是那个导航的问题，倒了一个地方说要掉头，但那个地方根本就不能掉头，好吧，我承认可能是导航的问题，然后那个地方根本就不能掉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樱花季，顾村公园樱花季，然后他把那个路封掉了。一般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导航为什么不更新一下呢？然后你们知道沪太路有多长，沪太路错过这一个就是掉头的地方，下一个掉头的地方我感觉我都快开到室内了，
真的都要快开到室内了，然后才开始掉头。好嘛，掉头就是又开始往顾村公园的方向开，越到顾村公园那车越堵，你就感谢我这掉，只是掉个头而已，掉头从我出发的地方掉完头再回来，用20分钟，20分钟。我当时在车上，我又不能对司机发火，因为这毕竟不是司机的问题，跟人家也没有什么关系，气死我了。然后，因为我后面，我不是本来今天就是算是插班、插课程嘛，因为我一般上课的时间是周三，然后我不是换了一下嘛，结果。因为我去晚了，然后我那个老师就先给后面的同学上课了，然后导致我他给我上完之后，的后面的那一位就是时间也是重复了，反正就很糟糕。就时间，就一下。像个多比诺骨牌一样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然后今天上课嘛，就是学的东西也稍微有一点多，反正我听的云里雾里的，不过这个东西就今天上课下课之后回来要练的东西。比上一次要练的要多，但是呢，我下一次上课是周三，也就是说我要赶在周三前把今天我那个老师给我说的所有东西，最起码要练熟一点。我现在属于是边学贝斯边在学五线谱，我对五线谱这个东西真的是拎不清，我一直都我从小我对五线谱这个东西就有点拎不清，然后我今天我就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练，我回来慢慢练嘛。然后，到了剧场之后，你们不在现场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就是我明明已经是慢慢开门了，但是我开门的一个瞬间，还是撞到了一位老爷爷，撞到了一位正在骑车的老爷爷，他刚好经过我，刚好开门把他碰了一下，但没有把他碰倒啊，只是把他就是碰了一下，然后我就 sorry 对不起，然后那爷爷看了我一下，扬长而去，然后因为这一碰，我脑子就彻底宕机。然后下车之后，车不走，我也没走，我的车没走，我也没走。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我就从车前过了，刚准备从车前过，车动了，然后我又差点被我的车撞，但是还好，它只是启动而已。然后我当时真的很想找个地洞钻进去，唉，很糟糕，非常糟糕。紧接着我在路上点的麦当劳的汉堡，我给你们在口袋房间也说了，我在麦当劳点的汉堡，它里边我看它图上面是一层牛油果酱，然后一层千岛酱，然后我就给它备注，我说不要千岛酱，如果还有其他的酱，比如说番茄酱、沙拉酱都不要，然后我一打开连我的牛油果都没有了，里边居然只有一个生菜和一些干巴的鸡胸肉啊！但是我当时太饿了，然后我就那么干巴的把它吃掉。太过分啦！也不是抛弃肯德基了，如果肯德基也出这种轻盈夏巴特系列哦，它当然可以改个名，就是这种卡路里很低的这种，那我肯定吃肯德基，但肯德基没出啊。谢谢不带粉级的99个应援棒，谢谢谢谢白胡子老弟超级帅的奶茶。
哎，总之就很糟糕。然后我今天的头发也是，就一直在挡脸，然后就挡我的眼睛，搞得我更糟糕了，气死我了。谢谢小满王爷的奶茶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公演，跳公演的时候，我记得是哪一首歌？时钟花站。就是因为我不是狼吗？狼不是要穿披风吗？本来这个歌我还挺有信心的，因为我觉得很帅。然后穿披风的时候，也在后台我也觉得很帅。就是我说，哎呀，这衣服真好看，就走路带风呢，可还。谢谢图书馆的玫瑰花。然后结果上去跳着跳着，发现不太对劲，因为这个披风有点坐得太靠前了。然后跳舞的时候，也可能是我不还没有习惯的问题，它就会挡住我做一些动作，就是导致我有些动作就做不好，然后我就把它扒拉到后面去做的话，它就有开始勒脖子。OK，然后我跳副歌的时候，那个搭档不是冉蔚嘛，我们俩其实也没有合过，因为他俩也才来，就是才到上海。我就是上场前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我是跟冉蔚一起跳的，那还好。结果刚好有一个站位，就是我从后面要换到前面去，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小高在这边，冉蔚在这边，他们两个都迈了各自迈了很大的一步，然后我就要从他们中间插过去到前面去唱歌，结果他们给我留的缝隙十分之小，然后我不仅要这样拐着插过去，而且我还被小高踩了一脚，实实的踩了一脚。但是还好，我控制住了我自己的表情。上去虽然第一个动作赶不上了，但是我很淡定的赶上了第二个动作，还不错。我以为我第一个动作赶不上之后，我后面的动作我就会忘了怎么做。但是还好，鞋子脏不脏倒无所谓，反正也不是我的鞋子，哈哈，应该也不会脏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就是。鞋脏不脏？糟糕的一天。晚上直播穿西装，那是因为我刚公演完回来，还没有来得及脱外套，一点都不关心我，就不要在这里说什么巴拉巴拉的。我没有硌到脚，我只是也不疼不疼，只是我。像是，就是说一下这个细节，以加深我今天糟糕的一天的一元素罢了。然后我跟你讲，今天我们在后台的时候，就是插队，他们不是说他们好像要投一个调查问卷，应该是官博发的吧？你们应该也知道，就是。他们要跳那个过渡公演、拼盘公演，哎，反正就复刻一个新公演，复刻一个公演，以前跳过的。然后起劲，他们就在那里讨论，想跳什么，想跳什么，巴拉巴拉的。然后起劲说，我有点想跳那个头号公演。我说什么头号公演？他说就是那个头 H 哦头号新闻啊。我说什么 H 头号公演？他说。然后我说，然后哦不，然后琪琴说，对啊，我们下次就是复刻新公演，我们跳头号新闻吧，然后让郝金一来代役。好不容易在 H 队熬到了新公演上，结果来插队跳头号新闻，笑死了琪琴。看出来。齐军对头号新闻的喜爱了，
让他来代役吧。永远摆脱不了头号新闻，已经不叫头号新闻了，你叫头号旧闻啊，也都不能叫头号，尾号，尾号旧闻。哟，哎呀，啊！我晃了一下杯子，想排排气，然后又水又溅出来了，啊！真是糟糕的一天。今天水逆吧，应该是吧。看到你的小手，很可爱哦。上古历史，小兔子，上古历史。哎，然后我就宕机了。现在最想跳啥公演？我现在最想跳新公演。你这不是问的，你这话问的，我当然最想跳新公演。我明天，我本来还想明天去上一节舞蹈课呢，我现在不想去了，我怕我明天依旧是糟糕的一天。我觉得我还是不必出门，还是不要出门比较好。明天我就在中心哦，我们后天握手会，明天我就在中心好好搭配一下我后天的衣服，然后给大家分一分我握手会给大家分的辣子。我就不信我分个辣子还能出什么事儿，难不成我还能把辣子撒了？呸，没有这种可能。不会的，嗯，看在我这么难的份儿上，大家后天一定要来找我，一定要来安慰我。千万不要让我闲下来，后天如果我闲下来了，我就会水逆。你们在我旁边，我就不会水逆，因为我就不信能两个人同时水逆。哼，负负得正，不是吧？这种情况我已经不信负负得正这个事情。就喜，你在说什么？后天何在想引什么姿势了？是中国话吗？不过抛开这些，今天公演还是很开心的，因为我这次有穿新衣服。哦，我跟你们说，就是跳完冬日之后，你知道我当时脑子有多宕机，就是跳冬日完了不是延边吗，然后延我以为我忘记了他们这一趴是有两首歌的，我以为是像头号新闻一样，就是安可曲嘛，像叶之中烟一样，就只有一首歌。
然后就可以下场。然后我当时就等啊等啊等，我说怎么，我脑子里就在想，怎么还不按灯啊？这灯要亮多久啊？为什么还不按灯啊？不，为什么还不按灯让我下场啊？然后直到下一首歌响起的时候，我人愣了，我说怎么还有歌？这什么歌？哎，这什么歌？那我为什么不下去啊？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待着？但是我不敢动，我不能动，实在是不敢动。然后我就等大家一起走的时候，我就赶紧下场。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了。谢谢应援棒。啊，我真的完全忘记了他们这一趴有两首歌这件事情。那歌声音一响，我才想起来。谢谢 CC 的奶茶。哦，真的是，我真的太当机，我今天脑子，我感觉它已经完，就是停止了，停止运作了。现在我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的脑子在控制，都是我的所有整个身子上下所有的肌肉细胞在做细胞反应。今天去上啥课了？假反塞吗？都不知道我今天去上什么课哦，再难过喽。处理器过载，所以他直接罢工了吗？还好，不知道我今天上镜有没有显脸庞，我现在就看，如果我今天上镜显胖的话，我就要气死。录播出来了没有？点错了。哎呦，这个封面陈琳的哦，让我看看哦。有围巾，我去看一下我的脸。衣服的问题吗？为什么我看这个？究竟是什么的问题？是这样的，就是我有时候看 H 类公演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还好，没有那么肿。但是我今天看第一趴。网上那些歌，我怎么那么肿啊？怎么那么肿？啊！不看了，不看了，不看了。哦，分享一个很好玩的事情。啊，其实也不算好玩吧，就是我今天不是新上一首。新学了首第二首歌嘛，就是那个踢踏舞的那首歌。然后我在台上的时候才是我第一次接触那个箱子。然后我一回去，我看大家在搬箱子，然后我也搬箱子，因为我知道我要搬一个箱子。我不搬箱子不知道啊，那箱子是真的重啊，那是真的重啊，我也没想到它会那么重。谢谢顶级手法的奶茶。而且大家就是在我前面的人在后台拿箱子的时候都是一提就走了，然后我就蹲在我那个箱子面前，我蹲了好久，因为后面灯也是黑的嘛，其实你看不到什么，就是他那个箱子底下是有两个把手的，但是我就死摸呀摸呀摸啊，死活半天就找不到那个把手到底在哪里。然后我本来我就想
烦死了，我来不及了，我就不找把手了，我就直接从那个搂底，直接搂着那个箱子最底下把它拿起来，然后拿起来的时候，哎，突然摸到了那个把手，然后再去扒那个把手。那不是个纸盒，那真的是个木头盒子，很重的那个木头盒子。我说的是第二首歌，上面有印 X 的那个箱子。哎呀，我真是搬不动啊。确实还是有点重量的，也不是说特别重的意思，就是说与我想象的重量相比还是重很多的。嗯，而且就是那个看视频八五的时候，第二段主歌那里其实是乱作一团的，我看录播的时候，看过那些公演的时候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后面到底在干什么，因为完全挡住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站在台上，然后叫搬的时候，我就说，然后我就站在那儿，我就，哎，我要干嘛呀？要搬吗？怎么搬呢？我就，嗯，要干什么呀？我不知道该怎么搬，然后我就看大家，我就只能看大概要怎么搬的时候，我就帮帮忙。就这样，然后那个到第二段主歌，我不是要站在箱子上唱歌吗？然后我是站在第二层，第一层还有一个人，我才知道，我当时那一刻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是冉蔚，居然是冉蔚，差点忘了他。站在上面怕吗？您在开玩笑吧？你这话问的，站在上面怕吗？那我说怕，我说怕你信吗？对，我跟冉蔚的站位还有时候还，就还刚好还离得蛮近的。哦，谢谢咖喱蛋包饭送的暖暖，谢谢。嗯，哎，我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，我怎么突然怎么事情就多了起来？怎么会呢？我习惯性逃避的这个感觉又来了，好想逃，我好想逃，却逃不掉。就是说接下来说的大致一点点，就是说我在要在4月1号之前搞完握手会，搞好 unit， 学好大哥，还要把我的 base 练熟。说一个你们很多人都不敢说，其实现在我还不知道我要跳什么 unit， 因为我根本就毫无想法，可以说是一点想法都没有。而且前两天一直在85，我的脑子就是没有灵感。我以前就是像特殊公演这种 unit 什么的，我都是会先有一个大致方向，然后偶尔就会突然灵感迸发，然后就会确定一下。但我这次毫无灵感，就一点灵感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有人，我们组是组好了，人是组好了，就是我们都不知道要干嘛，都不知道
有什么想法，都没有想法。然后这次吧，你们大家也知道，我们是有一个小品的。然后呢，很荣幸我在这个小品里面也有一个角色，但是呢，就是说还要背词，我就怕我背不下来。就是说还要背词，就是说还要背词。总之，反正闲不下来就对了。而且我们这个小品的词目前还没有改好，反正就是想起来就会令人抓狂的程度。微笑面对他，之前那个抖音上很火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，诶我怎么忘了，他那个敲石头的那个大爷。面对困难最好的办法，哦不对，解决困难最好的办法就是面对它。哦，早晨起来拥抱太阳，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，满满的正能量。现在距离周三还有多久呢？我怎么觉得我每次去上课就仿佛回到了我以前上学的那个感觉，就回到了以前上学每周一的感觉。交作业开始，上课的时候老师也会突然抽查我，抽查开始。突击检查开始。哦，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原来我31号就要去上课了，也就是说我要在公演前一天还要去上一节贝斯课。哦，好刺激哦！看我今天蛮亢奋的，嗯，的观察力真的很不错，给你点赞。太懂我了，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吧？我今天就是非常亢奋，超级亢奋。哦，不好意思，磕个笔帽，这样笔帽半天戳不进去。我播到12:10吧，不然太晚了，大家也挺那啥的。
但是我感我自认为我就是现在是不是一个非常消极的状态。谢谢小马王爷的奶茶，就是有一种我现在有一种破罐破摔的状态，就是那种来吧来吧都来吧都来吧，大家同归于尽吧。来吧，都来吧，怕什么呀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会比今天更糟糕吗？没有了，一块上吧。开个头。谢谢白胡子老弟超级帅的奶茶。每次拆头都会这样，每次拆头都会有头发跟皮筋打结。握手会安排没有出来，我不知道我坐在哪里，大家我不知道。我记得我上次翻牌我跟谁讲过，我是当天才知道的，大家不要再问我了好吗？反正不管我坐在哪里，怎么你们就是我坐楼下或者是我坐楼上，你们就不会来见我了吗？还是说你们会提前在哪某一个位置等着，然后我们的位置不一样就错过了呢？你们可以跟萨夫叔叔看看能不能蹭一下剧场的 WiFi， 这样的话电话说不定就会好一点。如果打电话信号不好的话，可以打那种微信电话、QQ 电话，那种需要网络的电话。剧场 WiFi 很差。剧场还挺好的，反正我在剧场用的还挺好。难道我们用的不是同一个？我们确实不是同一个。电卧建议首选联通，用网的反而信号不好，真的吗？那我不太清楚。剧场应该给旁边建个基站。很久啦，还有一分钟，我们就说再见吧。谢谢阿瑟的巧克力，拜拜。拜拜。我不是亢奋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，我一点都不亢奋。拜拜。